亲亲麻辣锅开嗓，海外处女唱老三千万。哇，令狗姐姐自弹自唱，超有气势的。追名林青将海外处女唱献给台湾，坐在南港展览馆开唱，吸引10,000粉丝，包括明星粉丝五月天阿信、苏打绿、清风都来朝圣女王，票房进账3,000,000台币。独具特色的令狗姐姐，搞怪的粉自然，加上粉有撕裂感嗓音，不止日本走红，海外也有超多粉丝。搭长城飞机，从没在海外开唱过，在日本巡演时常看到台湾粉丝专程捧场，打动他来台献出海外处女秀。拿着大声公唱，超有元气，令狗姐姐开唱前才大吃麻辣锅，嗓音完全没有影响哦。麻辣锅是用来开嗓用的啊，报道。听狗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0,000元奖金。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,000元。全民监督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